我是黄子佼，很多观众应该都跟我一样，记得在中华路有一排好几栋的中华商场，旁边伴随的铁道，当时好繁荣，好繁荣。准备上啊！在搭建的时候的那个方位，其实是比照当初中华商场一到八栋这样子的一个座位。国小的我呢，会坐着公车从天母千里迢迢到这里，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家家唱片行买卡带。我现在坐在这里，有一种穿越的感觉，因为这里花了我很多的零用钱，很感动。剧组把中华商场，还原，而且还原度非常非常非常的高，希望这部戏能够感动很多人，同时也为台湾的某一段非常繁荣的，非常歌舞升平的时代做一个见证。拍戏真的不简单，观众朋友一定要锁定哦。